朋友们，那个你们好，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大六人这个基础的入门知识。那个主要是就是排盘，如何去定天地盘，演四克三全，这样的。基础的六人的试盘的，就是演算方法。那个我是口音比较重，东北人，那个文化也比较低，可能有错别字啊，多音字啊，请大家多多谅解。如果有观看这个视频之后呢，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到这个网站。这个是什么网站呢？就是中国星象网。我一般在这里活动。你到这个中国星有，如果观看这个视频之后有任何疑问，你可以到这个中国星象这个论坛的这个下面有一个分区，分区就是术数研究里头有一个就这个大六壬分区，到这个大六壬分区，发帖子来提问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没有在这个星象论坛注册呢，你可以注册一个新用户，加一个像你的用户名，你加个后缀，就是写上像玄女门呐，就这个玄女门，就可以了。我就知道你是专门看老视频来学习的。我就会特意的会给你关照一下，这一点呢，请朋友们留意。好，我现在呢，说一下这个大六壬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大六壬呢，就一般就称为六壬数，或称三式之一的六壬数，三式呢就是所谓的奇门遁甲、太乙神术，再就是这个大六壬，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人，那个太乙占天，奇门玩地，就是属于地理方位，六壬呢属于预测人事。这个六壬数精彩，这个具体我来解释，我看我有没有必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你可以去搜一搜啊，查一查相关资料。我这是就随口说说，一带而过吧。因为主要内容我还是想这个，在这个就起四克三传啊，这个六人的九中门这个基础之上，我来重点说一说。这个基础之上，就入门这个方面，就是很多人是卡在这儿，就是过不去。那个六壬产生何时呢？六壬数呢产生何时？一般就是这也没有考究了，也不知道。就是古时候就宣称是元子皇帝啊，什么九天玄女等等，这样传说下来，这是传说啊，你可不必当真。那个这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传说太多了啊，也不用往下说了。咱接着往下说，就是这个什么叫六壬呢？这一词儿，我也是一笔带过吧。就是壬那个定义嘛，就太多了，有很多种，就是一个考究下去也太多了。一般就是说这个最简单、最通俗的，就是说，就是十个天干。你像这个讲座呢，你最好是有下就是这种阴阳五行啊、天干地支的最基本的那个这种知识。如果没有呢，最好是先看一下。不过如果你没有看也没关系，我就是也是一笔带过，也顺带说一说吧。那个像那个十天干里头呢，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这个这里头那个这十个啊，这壬癸呢属水，一般就是这古代那种阴阳五行的思想里面，就是舍阴取阳，这人为阳水，癸是阴水，阴阳嘛，舍阴取阳。那个为什么非得用水呢？一般说是五行以水为首，就是万物以水为生，就是所以呢是。金木水火土，这个古代人呢，就是宠阳，不喜欢阴的那个习俗，所以水阴舍阴取阳，就是万物皆以水为生，所以他这个这是一种最基础的，说是六壬的来这种这个名词的来历吧，所以叫六壬。为什么叫六个呢？就是六个花甲里头，就是循环下来有六个壬干，组合相配，然后六壬。这种比较通俗的说法，也你要学考究去，这就具体还有很多，因为还有很多的解释，我也不详说了，我就是转入正题，六壬是干什么用的呀？就是一般就是说看小说、看电影什么，以前那个老书，古代小说就是神仙掐指一算什么的那种，老道什么秀中。一算，或者你看《镜花缘》里头有两回书专门讲这个起六壬克、学六壬克的，你可以好奇可以看看《镜花缘》里就那个雷汝珍那个书里头也讲究了。这个六壬呢，就是预测术，就是中国古代的预测术里头就是有很多这个属于六壬术呢，属于就是属于预测比较准确，系统比较庞大。属于最高层次的一种预测术吧，就是占卜。预测术也分很多类，就属于占卜术吧。然后就是通俗讲，那个学这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吗？我现在认为这个学这个东西意义啥？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玩儿。这古代嘛，就是宋朝嘛，什么大儒啊什么的，就是。闲着没事儿，明朝啊、宋朝、明宋什么的，明清啊，他们闲着没事儿就玩儿。我的概念就是，大家如果闲着没事儿也可以玩儿，你不必当真。如果你真要当真，好学，好这个劲儿，你可以再去深究。玩什么呢？就是玩人课，就叫，就是你平常啊可以玩一玩。怎么个玩法呢？古代啊，这帮所谓的六壬高手嘛，一个玩法叫射覆。什么叫射覆啊？射就是射箭那个射哈，覆就是反覆，不是反覆，就是那种吸底下加个双立人加个反覆的复习的覆，这个就是拿碗拿东西把东西扣住那种覆盖住那种含义，射覆。什么意思啊？就古时候就是这皇帝，好比东方朔和汉武帝，就是皇帝就闲的没事儿，那个找样东西，拿东西一盖一扣，你猜吧，这叫射覆。这个东方朔就是咋猜呀？就是袖里头就手指一掐，掐指一算，什么什么什么，是一个印章，那出来了。他不直接说。这是个印章，他会拿六壬克的里头取象来说，就会以此物，为金石之物啊，跟文书有关，方形啊等等这样的，能就把这种物体的一种形态给形容出来，描述出来，这叫射覆。你看那个六壬的里头最，像我随着视频，我会随从我就发布一本书电子版，这本书是我亲自校对的，不过不是全书，只是卷一，全书总共5卷，我只是因为我还没完成，不过卷一我弄的差不多了，我把这卷一弄出来。这个卷一里头主要是这种就是执掌赋，就大六壬执掌赋，这执掌赋一字一句我已经就是等于说详细校对过了，可能有错误，但基本上没什么大错了。但是这本书叫《大六壬指南》，明末清初人写的，可以说
六壬这门学术里面，数数学里面属于比较权威、比较经典的一本书，必看的。你可以这本书可以反复研究。这个书作者呢就是陈公宪，明末清初的一个人。我讲到哪儿了？为什么扯到这本书啊？对，这本书呢，我是夹在这个视频一起给你们，就是属于分享出来。这本书的卷一没事儿，你可以先看看。如果那个卷二、卷三、卷三、五，我要搞出来了以后，将来会慢慢放出，有可能出纸版，这以后再说了。但是这个卷一你们最好仔细读一读。这个从陈公宪这本书里头还写了一个社父的一个例子，就是玩儿，怎么玩儿啊？就是有一天他就，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有一天他那个就是辛巳年八月甲寅日壬申时，那就两个人，碰见了，跟另外一个人碰见了，那人那袖子里头一包东西。他问呢，你六壬课不错嘛，玩一玩呗，看我这包东西是什么。陈公宪就起了个六壬课八砖，这是这里的名词。然后八砖他就说了，这是刚日发用，现在我就术语你可以不用深究啊，就听一听这东西怎么玩。刚日发用，日上神哈，兼日上神。他这个发用是个丑未，丑呢，按这个十二天干里，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哈，这个大家知道，丑为牛。按色彩讲呢，这个十二那个支十二地支里头啊，各有七色。这个丑为牛呢，七色黄啊。他这个六壬课就是主要看发用哈，这个社父里了，七色黄兼黑，丑还不是纯黄，黄兼黑。然后呢，他三传里头丑亥，那个亥是就是属于双胞胎呀，就是不落单，只要双翼就是一对一对的，必是黄黑两件儿。你看啊，他是丑亥亥，所以必须黄黑两件儿。那个他这个六壬课里头还有什么贵人呐，什么十二神之类的说法哈，他这正好这个丑呢还成着贵人呢。所以它就是必贵重之物，就是日贵还是贵人之物。然后呢，又成天医，天医是神煞啊，必能天医啊，医生啊，必能治病。那个丑亥呢，七数四八，这也有四有颜色之分，也有数的分别。这那个人叫范，姓范哈，范玄同，他就特别服，打开包一看哈，是什么东西啊？这大家伙儿可能也猜出来了，牛黄两块，每块就四分七八厘。就是社父。我的意思是，你一般呢，大家如果喜好这种占卜预测，就可以玩儿。这只是一种玩法，玩法挺多类的。像那个纪晓岚，他那个生平好像就那一本书里头《阅微草堂笔记》里头就有很多有几个六壬课的例子，就是清朝的，也是所谓的神人或者高人。好奇你可以翻翻去啊，我就不知道哪章了，因为那本书一翻而过，我也记不住了，就篇章太多，可以看看。那个其他的可以占一些什么身体啊、疾病啊、事业啊、考试啊、升官发财啊，这你自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了哈。好，现在那个言归正传，我来说一下，就是讲解一下这个六壬课的最基础的入门，四课三传九中门应该怎么起。我这也没有讲演稿，也没有什么课本，我就随口而来，但是也不能乱说，我就根据这个六壬指南这个卷一，反正我这视频也随着把这本卷一，我这电子版就 PDF
附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边看边研究边学。卷一是什么？大六壬辛运赋啊，辛运赋，大六壬辛运赋，我给拖过来你看看，就是这个。大六壬辛运赋，它这个第一话叫啥呀？大六壬如入，先明日辰。什么叫先明日辰呢？叫六壬克呀。你要想演算六壬克，第一步，你就得知道日辰。什么为日辰呢？日就是天干，辰就是地支，而且还六壬克呢，主要是注重地支，是为地支学。这里要说一下那个基础知识了。地支就是这里头这里头这么多，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这个十二支。这十二支呢，简单说就是这个。这一块亥子丑，这块亥子丑，这一块是北，应于北边，就是东西南北。我说一下，这个寅木辰属于东方，巳午未属于南方，申酉戌属于西方，这是南，这是北。这是西，这边是东，这个东南西北可能跟以前咱们可能上过学的这个地理书上的正好掉个个儿。这是这个什么概念呢？这个属于按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的方位概念，这面南背北，这是从天上往地上看。你看，从天上往地上看这种概念，不是站在地上往天上干，而是从天上往地下干这种概念。就是你看这边是南，这边是北，你坐在这儿，这是左东右西面南，前面这前面面南，这背北，这背北这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方位的问题。我就在其他这十二支里更详细的什么阴阳啊、五行啊，代表什么，可以找相关资料看一下啊。我就不说了，然后再往下说。天干是十天干的。十天干有哪些呀？十天干有哪些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我这弄出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有十个天干，这十天干呢，也有阴阳五行，也有方位。我就说一下五行吧，这是说一下五行。这个甲乙，这属于东方木；丙丁，南方火；庚辛，西方金。壬癸，这是北方水，这也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然后这个戊己，这两个啊，戊己，这两个是不拘东西南北了，属于中央，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属于中央土啊。但是它这个中央是空的，它只是济公济在哪儿呢？一个济在这儿，一个济在这儿，所以怎么济，一会儿再说。这了解一下，这是天干和地支，阴阳五行方位，大概你一定要这种基础知识。如果你现在不明白，你就暂停，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再返回来，再接着往下看。然后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现在写了这些字，这几个字都搁在这儿呢？这个六壬呢是属于地支学。你要想入手，必须把这个天干十个天干钝化在这个地支里。用通俗的讲，这十二支嘛，都给钝进去，就是这种比较俗话，就是钝进去，记进去。怎么个钝记方法呢？有个口诀，那个电子版我也附带进去了，我不显示了，就是啥甲克。甲克寅西，
乙克辰，丙戊克这个巳，不须论丁己，这是丁己克这个未，庚这审上，辛戌壬亥，亥十七真癸克，原来丑工作，这个丑字分明不用司正神，哪司正神啊？这个子午卯酉，这是东西南北，这东西南北这司正，这四个字属于司正方位，这十天干没忌，这就是分明不用司正神，这没用上。他为什么不用啊？这按着就属于正位，不敢当。啊，还有一说是属于那个禄神，这种又复杂了，这种基础知识，什么阳干居禄神所在啊，阴干居禄前一位啊，这个有这种说法。你这种考究去，你愿意考究，你去考究一下，最好是考究一下，但你无所谓，知道了解就而已了，你只要记住就行。现在主要就甲克在寅，乙克在辰，丙戊克巳，丁己克未，庚申，辛戌壬亥就行了。这十个天干在哪个字里头，记住就行。丙戊这两个在这儿，丁己这个比较特殊的在这儿，就记住了就可以了。哎，好了，现在就是入手之法，这个叫先明六壬入，先明日辰，日辰什么知道？叫天干地支。这个天干地支这些字我已经说了一遍了。怎么叫先明啊？就是今天，这阴历按阴历讲话，今天是什么干支？有甲子这些啊，乙丑日啊。丙寅日什么丁卯日这种，你要先把今天的干支搞清楚，年月日时这种干支搞清楚，最主要的起课要从日辰上，就干日子的干支上来起课，所以你先要把今天当日的干支搞明白就可以了。为什么搞这个呀？叫入不入市最急，就一定要明这个干支。接着往下说，这个在干支上呢，要起这个五行生克，来起这事端，然后才能预测。起这事端有什么方法呢？它有九宗门，九大方法，分门别类，什么元首啊，什么重审呐、之类的，比用啊，涉害、反淫啊、浮淫啊，这个全是从那个生克，就属于克。一般他不讲生六人，讲克，从克有克才。还有事端的，就有机应，无克没有机应，就有克，从克上起发用，起发传，发三传，六人的四克三传，全是从克上，克贼上所起用，生克的克啊，就是这个克字，就是这个克字，有克才有应，才有事儿。这是一个概念，没有克，这个就是平静了，是吧？这一点，大家记一下啊。你先把这十干机宫搞清楚，然后再从这个克上找事儿，才能找出来吉凶之事，什么应验、缓急，都是从这个克字上来找。如果四克没有这个，就四克三传起，如果四克里头没有这个克起，一般它另有别的方法起三传哈，然后我讲的时候再说。如果没有这个克四克里头，这事儿就平了，就缓了，慢了，这种概念。好了，这十干技工基本就这样。我这个讲的就比较慢啊，比较详细，这个日干这个日辰搞清楚之后呢，才能开始起课。怎么起啊？一般的方法就是正时，按古代，正时，什么正时啊？就是现在的时间。那么中午就午时，下午三点到五点就审时，就是十二时里头正时，当几点就起来，这审时。好，你要
预测暂算一个什么事情，就按这个时辰来起课。也有就是一般的是变通一下，就是两三个人一起来，你都按这一个时辰起，这都是一个课，怎么断的，对吧？可以每个人还有分年命来断，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是男的，同一年生的，你又怎么断啊？有变通灵活之法，把这正事就可以抽，就十二，好比十二个纸条你抽，这十二时辰抽哪个是哪个？我给拿一个那个盒里头刻上十二字，弄个小球摇哪个是哪个。古代比较讲究，用那个雷劈枣木刻上去，摇哪个字是哪个字，就按这个起，按哪个字的时辰起刻正时，怎么起啊？这里要注意了，我把这天干隐藏一下。这个现在看见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这个位置啊，这是地盘，这些字儿啊是固定的，这些字儿固定的，你可以在手掌上，就是这个左手掌，你看啊，这食指上盘寅卯辰巳，这中指上午，这丑午，这是无名指的子位，小手指头从小手指头根部起，这是亥。虚有闪，这个可以排下来，在手掌上，在手掌上点来点去，但是这些字的位置这是固定的，这叫地盘。我拿鼠标写字儿，就对付看吧。这个为什么叫地盘呢？代表着。或者通俗讲，就是我就是用那种俗语，就是说，就是代表地理、地球，固定的，就是不变的这种方位、位置，或者地理环境，反正就这种概念吧，就是地球的概念，就是地盘，它东西南北不管怎么的，它不变，你怎么走它也不变，这个地盘就。这十二个字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位置，这人审四害，这四个角，子午卯酉在这儿，辰戌丑未在这儿哈，你一定要记住啊，就玩六壬课一定要记住，不记住这个地盘没得玩了，往下啊，这是固定的。我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地盘我做一个参照，我就这样做一个参照，我把它参照出来。这是参照，你看这地盘参照，这两个是一样的。我待会儿要是演课的时候，就串了这边哈，左边这个串了，我就会把这个。如果你要记不住，我会提醒你一下这个啊。我先尝下来，这是地盘是固定的，这个怎么起课呀？怎么起课呢？就是以月将加战时之上啊，我拖过来，就是这几句话。以月将加战时之上，什么叫以月将加战时之上啊？这个起课呢，这时辰有了，就是你日辰也有了，今天就是干和支，时辰也有了，好比随便一个时辰，午时啊，什么未时啊，审时之类啊，怎么起课啊？还得明月将。何为月将啊？月将就是。哎呀，这要解释起来也比麻烦。你先看一下这吧，什么正月雨水后啊，入什么宫啊，用什么将，登名将啊之类的。看啊，登名将啊，什么二月入什么宫，它这个东西吧，这是天文学知识。真正玩六壬，你可以不必深究这种天文历算怎么计算的，你可以不必深究，你只要知道这个月将。怎么教？怎么每月是什么将就可以了？怎么知道？我这个六壬指南，我这本电子版里，我已经写了一个口诀。我建议你就是按这个口诀来，就哪个口诀？这个就是大六壬端经秘诀里的，我这个搬出来了。它有什么口诀啊？叫雨水前一春分二，啥意思呢？你看。谷雨四七小满中，夏至四神三大暑，
数数秋分四七同啊，这个口诀你要实在是懒，你也不用背，你就知道，一年反正就是十二个将，按照十二个节气过了，打一打节气过了这个节气一过了，他就交将，怎么算呢？其实就这意思。好比啊，它是雨水前一春分二，啥意思啊？就这意思。啊，看啊。雨水前日某初刻，太阳入位用灯明，这太繁琐了。啥意思呢？就是在雨水这一天的头一天，前面一天某时初刻，一刻就十五分钟，这个太阳就属于月将了。它位置是一个地理概念，你可以然后再去研究这些东西。用灯明，灯明是亥为灯明，哎，就是亥为月将了。这是啥？这是雨水前日用亥，就春分过了后两天了。过后两天呢，四一刻，四时上午，四时一刻用戌将啊，这个，然后你们慢慢看，这十二将都哪天怎么教怎么过。以前那个说法特一般，那个说法都特简单，就是四月小满后沈公什么传授将，五月夏至后什么小吉将哈，魏公小吉将，六月大暑后入五宫沈光将，这种这些特别死的这种算法吧，我认为是不太正确。你求这种月将，还是按这种四天苗达过将法，这个是四天苗达过将法，反正这本书里头我都写清楚了。然后就简单的就按这个端经秘诀，他把这个四天苗达过将法这个给压缩了，就直接就是雨前什么春分二，谷雨四，什么小反正这写的很清楚，你自己查就行了。这月将。这个四天苗达过将法就是属于那个这个谁弄的呢，就是谁写的，就是宋朝那个苗公达，就是属于六人国师，也是属于一个什么牛人，他写的这个。那这个月将也挺好搞清楚的，反正你看处暑一过后三天，到了四二刻了，就用太乙营就四将。四为太乙，这个十二将啊，十二月将啊，这个什么灯明啊，什么重魁啊，小吉啊，这太乙啊什么的，太冲啊，大吉对着这个丑，太冲对着这个卯，这个太乙对着巳，小吉对着未，重魁用对着酉，灯明对着亥，这种字啊，看一下记一下就行了。然后这合魁对着戌，传送就是沈。圣光就是午，天罡呢就是辰，这是这个公曹为寅，你看这个神后就是子，这大概的记一下，哪个字对哪个字的这种名称记一下就行了。这就是月将就明白了。好比这月将求出来了之后呢，怎么起课了，现在日辰也有了。日辰有了，就是今天的干支有了，今天的时辰有了，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年十二月里头的，好比是春分那后啊，还是雨水后啊，入哪个当哪个月将了，太阳过宫了，入哪个月将了也知道了啊。这个时候就以月将加在这个十二个战时之上，这地盘这十二战时上。月将是啥呀？月将这个他为什么按天文学算这个东西啊？月将为什么十二月份不同啊？就是月将就代表着天象，就是一年转这个地球就转着一圈，就走着十二宫，相对这个地球的地理位置。你在你预测时，这个占刻时，这个天象转到某一个点上。对应地球的某一个点，
把它用六人这个试盘演算出来，他这个目的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用这个越将求出来，再加把这个越将这个字儿加在这战士之上，这是属于天地盘往上一加，他是这个意思，求出当前这种时空这结构这种关系，从这种时空结构关系里才能演算预测，这就这种概念。你看我这里我就写了这个六壬呢，这战时最重，这个天机尽泄于此，就是属于你需灵变活泼，可以抽战时爆战时口爆一个时辰也可以哈。刚才说摇一个摇个珠什么啥，随机而定，哪怕看一个字或者一个人一个方位都可以定，看你的自己的感觉了。天机一现。这个地盘呢，就是固定的。这地盘定出来的就是固定的，然后这个月将再求出来，月将可看作天上的星宿流转，随时有变。这属于气，就是把这天象地理这个求出来，然后一推啥？中央见呢？这个天地之间的人事的变化，地盘不变，天盘转，哭哭哭转，十二月将再转到每个时辰上，这变化就多了。说你把地盘记住就行了，然后咱们先往下求，月将定数啊，以月将加战时之上。啥叫以月将加战时上？我刚才说了，加到某个地盘上某个字上。举个例子，现在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好比是这个例子吧，正月雨水后两刻，正月雨水用亥将。这个来人呢，口报一个寅时啊，亥加寅上，对吧？以这亥将加在地盘的寅字之上，这个寅上，然后排吧，开始排。我这个我就要重新排了哈，对吧？月将是正月雨水后哈，用亥将口报寅时，那就现在要。这个地盘要改变了，求天盘，亥将，时甚寅时在这儿呢，以月将加在这寅时之上，看懂了吧？把这个亥字挪在这个寅字这儿之上，挪过去，哎，它再一顺盘，这天盘就出来了，就属于雨水后的亥将寅时的这个天盘格式，地盘肯定在下面呢，我不写出来，但是它已经存在，肯定是永久不变的。现在求救天盘亥将寅时，往上加吧。看我加一下啊，亥将寅时这些字儿我先挪开，我先把它挪开啊，把这个寅挪开，这先就现在都挪开啊，挪开。亥加寅时，这刚才这个字儿是不是寅吗？然后亥啥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子丑寅卯辰巳，肯定都是这种顺时针方向排，这是天盘，不会倒着转的。辰巳午未申酉。虚亥，这一圈下来，这个等于说这个天盘，这已经排出来了。现在这个格局变了，亥将寅时，这是亥已经加到这儿了。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不管怎么的，它都是这种顺时分钟往下排这十二支，这是天盘。以月将加战时之上，这亥寅时寅不就在这儿吗？刚才就地盘我把这个参考打出来，这个位置，这不亥将吗？这寅时地盘肯定是在这个位置嘛，它俩对应的嘛，对吧？你亥将加在这个寅时之上嘛，这地盘一转，天盘求出来。
这叫月将加战士之上。好了，这个天盘已经衍生出来了。这个天地盘，这种天盘格局定出来了，这是属于无极而太极，它也有两仪，两仪而四象。这时候要排什么呀？就是六壬克里的对于一个关键，叫四克。何为四克？就是我写一下四克的概念。什么叫四克？就是四克。天盘求出，开求四克。四克怎么求啊？怎么求呢？我就在这儿演示一下，你就明白了。好比今天是甲子日，好比现在是戌将，月将是戌啊，是戌将什么时辰呢？啊，为戌将也是寅时吧，哈。我这个书里的就是戌将寅时，举个例子哈，甲子日眼克戌将寅时，这寅啊，甲子日戌将寅时啊，这个戌字加在这个寅字上面，这上面是天盘，下面是地盘啊。戌将寅时，甲子日眼克，我来排一下这个盘。那个戌将寅时。那就把这个这要串了，这都串一下，这个就走，这都走了。这个戌加这个寅上了，对吧？申酉戌午未午巳，这地盘还是固定的。卯寅，这是戌亥子丑。OK。还是固定的嘛，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还是转，但这个戌加在下面这地盘寅字上了，然后甲子日眼克，对吧？甲子日，我这把这天干我挪一下啊，就全挪了。就挪一个，这些没用，先藏起来。好，甲子日，就要把这个甲字搁在这儿。甲字，子。甲子，这是甲子日，这是戌将寅时，这甲子，这几个字，这甲子日，这个日干，日支，这是干支甲子这种顺序，写在这个位置。这个四课的第一步现在已经写出来了，就是把这个干支写上，中间这空一格，空一个位置，空一个位置，先不要写字。这属于四课的第一步，先写日辰。日辰呢，写完之后开始干什么呢？叫找济公，把干上这个日甲日的日干上应该得什么字儿求出来。怎么求啊？这还是看刚才那个实干济公，甲克寅喜乙克辰那个求，对吧？丙戊克巳不循论，这我说了。这个基础知识呢，如果你要没记住，回头再看，回头去看看完再过来。甲克寅喜乙克辰，甲克寅喜乙克辰，寅在哪儿啊？戌将寅是寅在这儿啊，对吧？
是吧？人家这儿，我把那个地盘我打出来，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我就不关上了，我把那个参考的打开。啊，甲克寅喜神，你看寅在这个位置，寅上为戌，对吧？这是天盘，这边是天盘嘛？这是刚才那固定的子丑寅卯辰巳午辰，这种格式是固定的地盘，永远不变。好了，寅上为戌，甲克寅喜在这儿呢，求着济公，甲克寅喜对吧？一颗辰，甲求他的济公，甲在戌寅里，这个天盘寅上加着这个戌字，好了，这找到了这个字儿。把这个虚字求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看了。虚字，我找虚字。好，虚有了。这个甲上为虚，写好。甲上为虚，把这个虚字写在这个甲上，然后呢，再写一个虚字，再写一个虚字搁在甲的旁边，这就出来了，这个甲上为虚，这是第一课，甲虚，这是第一课出来了。四课呢，求四个，虚上为啥呀？虚上地盘在这儿呢，地盘在这个位置，虚上对应这个，对吧？虚上为五，对吧？虚上为五，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五字写在虚，这个刚才写的这个虚上。我们要把这个五字找到，把五字挪在虚上。好，这是第二课出来了，这五上为虚，虚上为五，这个地盘虚上为五写出来，虚上为五，第二课出来了。然后再求第三课这个位置，第三课呢，子在哪儿呢？地盘在这儿呢。子上为啥呢？这儿呢，同样的位置。子上为沈，那就要把这个沈字儿写在这个子上，对吧？这个属于，这是日支，甲子的子日。子这个地支上，天盘加的沈，好，子上为沈，这是第三课求出来了。第四课同样这个斜字写下来，把这个沈字同样写下来，写到这儿，这同样写出来。这个虚，你看这两个都肯，不管这四课三传怎么变化，这两个字肯定都是这样斜字写下来的。沈上为啥呀？沈在这儿那位置，天盘上沈在这个位置，现在的天象，地盘沈固定的位置在这儿，沈上为辰，这已经出来了。这个地盘啊，如果你熟悉了，完全可以在脑子里，就不要看了，不必记住，完全这个位置在脑子里头，不用看，一定要达到这种地步。沈上为辰，对吧？好，现在要把这个辰写在沈字上。OK， 现在是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这都出来了。这就是四课，六人课里的四课已经求出来了。这代表什么含义呢？这四课是什么含义呢？一般属于它的含义就是，天干，这代表这是阳，对吧？
盖上得者就是日。地支呢为阴，这个位置之上得者为辰，哎，就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日，一个辰，一个干，一个支，对吧？这个概念。然后呢，它这里也分阴阳，这个这是阳，这是天干为阳，干上是为也是得的为阳，这是阳。这是阳，这是阳上阳中之阳，这中这是一种。然后呢，这也是属于这天干这个位置，它这是属于这干的阴神，这个午字啊，午字儿属于这个甲干的阴神了，这叫阳中之阴。好了，这个呢阴，对吧？地支是阴，这是第三课，地支是阴。第三课是阴，阴这是阴上的阳，就是阴中之阳，这自然就是支撑的阴神了。这儿呢叫阴中之阴，纯阴了，这是纯阳纯阴，这是四象出来了，这是属于阴阳的概念。然后这个四课里头，这个什么，这代表我，这就代表他内外什么的这种干支，这种关系，就这个就各种关系呢，我会以后在这种中级里头或高级里头详细再讲这里关系，他和他怎么回事，然后他跑到他上面来克他怎么回事，这种。具体的判断方法呢，在中级上或者高级上再详加论述，这里我就不再说了。你有兴趣，你可以接着看这个六壬方面的书籍，论述这种干支的关系。这个地方是很关键、很主要的一个这个判断的依据。但是这个我这个视频主要是讲入门，怎么演算这种四科三团，所以我就不深说了，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怎么演算就可以了，能入的门就可以了。下面我就要根据这个天地盘，这个天盘，这地盘是固定的，天盘求出来了，四课求出来，最关键的地方到了。什么叫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六壬里的三传，一二三的三，传递的传。哎，传送来，传过来，传过去的传，啥叫三传啊？求这个六壬里的三传，这是最关键的，也最麻烦的，最让人搞不懂的地方。不过，如果你的四课这种天盘地盘，你现在概念理解清楚之后呢，再研究这个怎么起这三传，这入门就是等于说跨进去一步了。三传呢，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把这个地盘藏起来，这个方位大家最好能把它记清楚，记不清楚的话回头记清楚再来看。我藏起来了，我不演示了啊。一般情况下三传呢肯定就写在这儿，在顶上了啊。我这个视频我就做成这种长方形的，我比较就不想做太大视频，想压缩空间，我就做没那么大，我就把三传往这儿演算，什么一这个初传，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我就这样一个顺序给这儿写，一般都是给这儿一二三给这边写下来，给这个中段件这个位置上面再写出来，我现在就写到这儿了啊，习惯都写在这儿啊，你知道就行了，习惯都给这儿写三传，上面啊。我就没空间了，我就习惯就写在这儿了。这你了解一下，如果你在纸上或什么的，就要这样写。还有一点，就是这种现在这种排盘软件什么什么起六壬课的软件，电脑上做的编程的特多，我建议大家别用。那种东西错误比较多，而且也排不准。再一个，你也不利于你记忆，不利于你判断。不要玩那个，你还是这种。这种
这种手工方式，直接书写在纸上或什么，直接这样写出来，这样方式是最好的。这有一个提醒。好，现在三传有怎么起啊？有九宗门。什么叫九宗门呢？就九种方法，我就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是什么？一什么呀？贼克法。贼克，贼克什么意思啊？就五行生克，贼克其实都是克，都是这个克，但是为什么要说贼克呢？就有区别，怎么个区别方法呢？就根据这天地盘来说了，就是四克里头说了。我先找个例子。贼克法。我先把格局说一下吧。格局说一下，贼克的格局是这样子。取克先从下贼乎？如下贼上克出，出传之上名宗次，宗次，中上加临是末居，三传既定天盘将，此时入世法第一。好了。回头你要看一遍这格局。好，什么叫贼克呀？克就是我刚才说了，有克才有动，才有事儿，不克则不动，就是这概念。有几克就有几事儿。五行生克的克，什么叫克呀？金克木，木克土啊，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五行生克嘛？这基础的，我刚才说了，你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不了解先去了解，了解之后再来看，再来学。好，现在我的概念是你已经知道五行生克了，这是这种天干地支这种阴阳五行这种基本知识你已经了解了，我就开始往下说。取克先从下贼乎，它这个概念啊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是分贼克呢？就是按这四克里头。一二三四，来看，这下面一个字儿克上面一个字儿，好比下面是金，打个比喻，上面是木，哎，这个金克木，这往下往上走克去，就是贼，它真的就是那个贼字，应贼了，叫法叫贼。好，如果上面这个字儿克下面这个字儿，上面克下面，好比上面是土，这个五行属土，下面这个五行啊。出水啊，哎，这叫克了，叫上克下为克啊，下克上啊，下克上，这四克里头，不管哪克，下克上就是为贼，它这种概念，所以叫贼克，这是求四克三传的第一步，贼克。贼克贼克嘛，就是你要去找去，找这个贼克，从这个四克里头找，一二三四找贼克，对吧？好了，这个例子啥叫什么？这个还是春分后啦，这是还是用这个打个比喻，还是用这个这个了啊？春分后甲子日，甲子日春分后两克，春分后呢用什么呀？虚将。啊，春分虚将，虚将和甲子是寅时，把这虚加在寅上，这加上天盘，这天盘就转出来，虚将寅时天盘转出来，就把四克求出来。好了，开始求三传，三传的现在开始第一种方法叫贼克法，取克先从下贼乎？什么叫取克先从啊？第一，先从下贼找。如无下贼上克出，没有下贼上，就先从下贼上找。这四克里头有没有下？从一下字一个下字克上字找，五行阴阳五行没有这个下克上，才能去找这上克下去找发用去。就这一个概念，叫贼克就是概念，要么就下贼上，要么就上克下去找。找到这个字了，再求第二传，就是中传，然后再求末传。这个字儿。要找出来，
这是就出船，出船叫啥？下贼，找好。这个斯克里的第一个任务就找下贼，哪个是下贼呀？看看啊，咱们先看咱们这个例子啊，咱们看这例子，一克甲为木，戌为土。这是一下贼上了吗？这不出来了吗？对吧？看看这个呢，第二课是午为火，戌为土，这火土相生，没无贼无克，对吧？下为上，下课上为贼，上课下为上，无贼无克。第三课这沈子上为沈，金生水相生，无贼无克。第四课了是尘土沈金，土金相生，无贼无克。就这第一课有一下贼上。好，那就取这个虚字，不管是上贼上课下还是下贼上哈、啊、不管是上课下还是下贼上啊，一律用上面的天盘的这个字，所有的课里头不要用下面的地盘的字儿，这概念清楚。好，一下贼上，虚字出来了，这个就是贼克法的三船的出船已经有了，就是这个虚，我们要把这个虚字写出来。虚，我写在这儿了，照理说应该写在这个上面哈，这上面我就写在这儿了。三船的第一船，这叫出船，出船，我写一下，出船，啥呀？三船就是出，中，末，一二三。开头、中间、结尾，完全好。这个虚字已经有了，就是它贼克法的贼克法求出来了。虚就是出船，就是说取客先从下贼呼嘛，就已经用了。如为下贼上客出，没有这个下贼下客下贼上才能找上客下那个字儿啊，记住这一定要记住。好，现在这个第一船这个贼克法的第一船贼克法出来了，虚。这一上课下吧，叫什么？叫重审。啊，这叫一下贼上为重审，一上课下为元首。这是有两个名词，六任里的名词。这个大家过后翻翻书，看看什么具体怎么回事，什么叫重审，什么叫元首，什么含义啊？哦，这里不说了，咱这只是这个贼客的法求一下，我只是提一下，这叫一下贼上为重审啊，这概念重审重复审详怎么回事？去看一下书电子版或者什么相关的六任书籍就行了。我接着往下说是怎么求中船末船贼克法的中船末船，求先中下贼出，如下贼上可出哈，下贼呼，如下贼上可出，出船之上明宗次，好，中上加临时末居，这就这两句了，出船之上明宗次，中上加临时末居怎么求啊？中船加出上出船之上明宗次，好，出船之上明宗次，就还这个中船还要从出船上找，叫出船之上明宗次，就是出船的上面是中船，这理解了，很好理解了，出船的上面为中船，出船是啥呀？虚，对吧？为虚，出船为虚，出船之上明宗次，虚地盘虚在这儿啊，你要是已经把地盘的刚才的我这个位置的记住，那虚肯定是在这个位置哈，就是五天盘，地盘的上面
天盘是五盖在这个虚上面了。好，那就按一个诀走了。出船之上名中次嘛，出船的上面是五，五就是中船了，那就很简单了。那就把这个字儿五嘛哈找出来，虚五，这就是中船。啥中船啊？中，刚才这个是出嘛，这就是中，然后还下面还有个末，对吧？就是这个概念。出船之上名中次，中上加临是末句。那中同样道理，中船上面加的是末船，对吧？这是贼克法那个口诀里的。那就是五上是为啥呀？五中船中上加临是末句，中上那就是五字儿在地盘在这儿呢，地盘的五字上面是银，哎，就把这个银字弄过来就行了，对吧？好，那就简单了，就是它。好，这是出中末银五虚啊，虚五银倒走的虚五银，这就是三传，这是贼克法第一个三传求出来了。这是现在这是基本的一个六人演算模式已经出来了，就是天盘岳阳家战时之上，然后把今天的干支甲子写上来，搞清楚，然后根据这个天盘天地盘相加的这种格局结构空间格局，求出这个四克，一二三四，再根据这四克就生克哈，五行的相生相克，这种没有相生，只论克贼，根据这个克贼来求出这个三传，一二四，这是三，得了，这就是六人克的这种排盘的基本方法，四克三传，这第一种贼克法的贼这个方法已经结束了，出来了，就这样的了。那个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好，这个很，挪开，挪开，这个挪开，然后这个字儿都给它藏起来，藏起来啊。好，我再举一个克法，贼克贼克嘛，克。第九宗门的第一宗呢，贼克克，口诀还是那个，口诀还是那个取克先凶，下贼胡，入下贼三可出那个贼克法的格诀，但是现在贼克法得另一个。就是一个下贼上为重，上克下为元首嘛啊。好了，现在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什么例子啊？好比是，四月小满后，四月小满后应用沈将啊，沈就是这个月将了啊。小满后沈将丁丑日子时。啊，这是一抽了个子时，好比哈，好，两克。四月小满后，沈将哈，沈将子时，丁丑日，沈将子时啊。那就先把这个沈写在这儿，这天盘我不用改了，还是讲沈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转下来也是这样顺时针转一圈固定的哈。这个天盘跟刚才那个二月什么那个戌将寅时一样啊，这沈将子时、戌将寅时，你看这子加这儿的丑寅，这沈将子时正好跟这个天盘是一样的，就不用写了哈，还是这个。好，这个求出这个天盘月将加战时之上求天盘，然后写开始
写上干支，完求四克了吧，对吧？好了，什么日啊？丁丑啊，六十发匣里头有六十个天干地支配这个六十个循环里头有丁丑日，今天把这个写出来就可以了。丁丑，丁还是写在这个位置，丑空一格，不要写在这儿，写在这位置，还是求出这个实干济公，甲克寅喜乙克辰丙戊克巳不虚论，丁己克未，地盘位在这个位置，对吧？就是这个位置，对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对吧？丁己克未，丁上丁己克未，那就是这个地盘位在这儿呢啊。位上这个天盘，这个是个什么字儿？是卯字儿，丁己克未，对吧？丁己克未，为啥找这个位啊？看这个丁己克这个位，丁在未济宫，看丁上丁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呢？还是这个字，卯字。好，那就丁字这个天盘是啥？是卯，我们就知道了。一样，四个三元的丁上为卯。那还是把这个卯斜子写一下，斜下方写一下，就这个位置。这个刚才不都有这个规律吗？说了吗？好，看看这个卯的卯字地盘上面是啥？天盘是啥呀？卯地盘在这儿呢。卯上为啥？卯上为亥。你看啊，我把这个地盘再给你们弄出来。就这个位置嘛，这个卯上为亥嘛，这卯上为亥嘛，这不同样的位置嘛。这个地盘最好还是记在脑子里。卯上为亥，把这个亥字写到这个卯字上面。好，卯上为亥，丁丑日，支日支，丑在这儿呢。同样，天盘是有加在这个丑上，这个天盘这个丑这个方位上，这个有字转到这儿了，好于这个丑上。当然了，这个丑字就是这个位置，丑就是这个丑了哈。丑上为有，你看，就这个丑上这个天盘这是有。好，那就把这个有字写在丑上。地盘丑上为酉啊，酉上为啥呀？求四克，第四克了，这一二三三克出来了。酉上为啥呀？酉上为啥？酉在这儿呢，地盘，酉上天盘在这儿呢位置，对吧？天盘转到这儿了，这个字儿，天盘是啥？四。辰巳为的巳转到这个地盘的酉字上了，那就把这个辰巳为的巳字写在这地盘酉字上面，四克出来了，这是一克、二克、三克、四克，就出来了。四克求出来，接着求三传，我把这个地盘藏起来，不看了啊，藏起来。贼还是取贼克法，先看下贼上，对吧？如下贼上，再看上克下，还是这规律。取克先从下贼户，如下贼上克出嘛，哈。丁为火，卯为木，木生火，相生不克，不看，这个不看，打掉。这个亥为水，卯为木，不看，打掉。丑这个酉为金，丑为土。金土这还是不克嘛，打掉。好，哎，这儿第四克看看啊，四火，底下是有金，这是有金了哈，有为金，这个基础知识一定要去五行，这十二天干啊，十天干、十二地支啊，这种阴阳五行，你还是基础知识，你还是先搞清楚。
刚入门的初学的。好了，现在这个四肯定是火，火去克金，火克金呢就是四火一上克一下，第四克哈，这个一上一克下了，不是一下子一上了，对吧？没有下子一上，只有这个上克下，这叫啥？元首。这个具体怎么叫元首，怎么回事，怎么含义啊？自己看书去，我这里不多说了。好，那就只取上一字，我刚才不说了，不管上课下上下，只取上一字，不要就下一字吧，对吧？那就看这上一字，一上课下为四。那好了，三传的第一传出来了，第一传啥？四，一上课下嘛，四。中传末传还是那句话叫啥呀？初传之上明宗次，中上加临时问句，就看还是地盘上这个地盘上，它上面是啥字儿？求中传，地盘四在哪儿啊？我把它打出来，地盘四在这儿，位置在这儿，对吧？对应了，四上为啥丑？那就天盘四上。地盘四上天盘为丑，那就把这个丑字找出来了嘛，对吧？丑字找出来就那就是中传了呗。好，把它这个丑字在哪儿呢？这儿呢？不成，把这个丑写在这儿，把这天盘藏起来吧，还是就是初传中传出来了，中传丑字丑子，这地盘丑在这个位置，对吧？固定的，你要是已经背下来的话，你就知道丑上肯定在这个位置。丑上啥？天盘现在就丑上为酉字，这酉字跑在丑上了，那就把这个酉字写这儿，就是初中末就求出来了，那就是丑上为啥呀？丑上为酉哈，那就好了，写出来了。这是三传，四颗三传，这是，四颗三传，这是，这在这儿呢，一上克下，求出来了这个贼克法的克法，贼克，一贼一克哈，或是贼，或是克，现在是克，一上克下，或一下贼上吧，这第一个九宗门的第一法，完事了，出来了，也就讲完了，就是三传，四丑酉。得出来了，四颗三传，这是三传的第一种方法，贼克法，结束了。